此刻呢，我站在世界的最南端，特别感谢，农行各级领导对我的支持，还有感谢我的家人以及支持我的朋友们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心中有梦想，有机会我要去北极点，实现我达到世界三个极点的一个愿望。谢谢大家。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。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怒放的伤。 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。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。
多少次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。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努力。